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叔。好、哦，大叔今天要来开箱啊，开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 HMO 的这个这个年度大作哦，这个不知火舞哦，这个格斗天王的不知火舞。那这一支不知火舞在去年呢、啊、就开单，然后嘞就造成一阵这个轰动哦。那当然中间也很多这个厂商也刚好对，不知道为什么那阵子啊都出了很多不知火舞。然后呢 ，HMO 的它最后才出来，啊、哦，它的产品最后才推出来，哦，因为刚好有疫情的问题啊，所以工厂那边有点 delay， 但没关系，好东西就是值得等待的。好、哦，那早上呢，今天是周六嘛，那早上这个货运就打电话来，哇、哦，这个不知火舞来了，大叔非常开心，赶快起床，我很早、哦，然后哎，哇，可是这今天早上一早就很热，大叔拿到就赶快来开箱。而一开箱，哇，全身都湿掉，因为它这个包装做得很好，它因为它这个防撞啊什么都做得很好，所以非常的紧密啊。我、哦、大叔一个人要把它拆出来，真的是刚应该有我那个看那个开箱影片啊，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很难开哦。最好是两个人来开会比较好开一点，但大叔只有一个人。好，那这个不知火舞哎、欸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这个。这个 KOF 啊，哦，格斗天王的这个角色，那格斗天王里面的角色，这个女性的角色比较少，早期的、啊、女性的角色比较少。那这个不知火舞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哦，就好像那个街头快打里面的春丽一样哦，她这个女性角色的代表作哦。那不知火舞这个角色，她本身呢，她爸爸是忍者，她爸叫不知火半藏。哦，他是这个忍术界的这个大叔啊，啊不，他不是大叔啊，大师哈、哦，宗师啊，哦，然后他是他女儿，那所以呢，这个不知火舞他也继承了他爸爸这个忍术哦，然后再来就是他是用他的武器就是扇子哦，各位看到他有两个扇子哦，然后呢，他有火焰攻击哦，火焰攻击哦，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街机里面玩的这个不知火舞他就是这样子动作哦。然后除了他的功夫很厉害啊，大家也知道啊，脸蛋也很漂亮，很标致，然后身材也很好哦，所以很多玩家都喜欢用不知火舞。当然他的功力也很强啊，哦，比较容易打赢，哦，这个就是啊大家喜欢的原因之一啊。好，那今天这个不知火舞啊，我们故事也不用讲太多啊，这个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大家以前在打电动的时候，可能都了解比大叔还要深。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这个不知火舞的本尊吧。OK， 预备 ，Go！
哒啦，大叔回来了啊！好，各位刚已经看过这个不知火舞哦，真的等待是值得的哦。大叔一打要打开，当然之前在网络上观图已经看过很多、哦、这个 HMO 自己拍的相片也好，或者他们的开箱影片都看过、哦、非常的漂亮。当然实体看到会比看到那一些照片什么哦更有那个感觉哦，尤其他这只真的很高哦。我们来给他量一下，大叔要准备那个尺，好来，很高哦，我觉得他比之前那个 Morrigan 哦还要高，我看多高，大概72公分高哦，啊，当然我扣掉这个底座，他说他71公分，然后也很宽，各位可以看到他这个叫他的这个樱花。应该最少也有40公分，也有40公分了、啊。这个深度要40公分。之前有这个朋友啊，哦，的板友哦，在问我说：“哎，大叔，不知火舞要准备怎样的柜子来给他放？”我说我也不知道。哦，官网上面他只有写他的高度大概是70公分这样，但他的长、那个宽啊、深啊都没有讲。哦，真的是蛮大只的，我感觉比那个 Morrigan 还要大只的、啊。那这一只这个不知火舞啊，除了哎、欸、一样 HMO 还有附上海报哦，非常漂亮的海报，这个玩家可以把它框起来放起来哦，很漂亮。然后还有附上哦，这个是它的说明书啦，怎么安装的说明书哦。其实组装上不是很困难啊，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比较好玩是它下面这个花。我的花咧，好，等一下我去拿花。好，这个呢，它有一小包的那个花，那个花瓣，这个樱花的花瓣。好，本来是小小一包，因为刚大叔在拍那个近照的时候，然后把它收起来，所以把它装在这个袋子。这个花瓣啊，这个花瓣是放在这个底座上面，随便你放啊，你看你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哦，这样放，哦，把它撒上去，哦，这样有那个花的感觉，哦，这样，哎，这个每一个人哦，他有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嘞，来摆出不同的感觉来，哦，这个是就是比较特殊的地方，他可以哦自己来摆，哦，啊，大家小心啊，这个很容易不见啊。我原本那时候还没有看说明书，我以为这个花瓣是说，因为上面有很多花瓣啊，我怕说可能 HMO 想说，哎、欸，如果撞掉啊，可以把它粘回去，其实也是可以啦，它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好，如果真的不小心掉了，还可以把它好放上去，好 ，OK， 那这样大叔他摆了，好，这边就有不同的感觉，每个人可以摆不一样的感觉，好 ，OK。那今天这个 HMO 哦，非常开心啊！这个 HMO 的不知火舞终于拿到手哦，大叔也介绍给各位哦。各位如果有想要看的哦，来跟大叔讲一下，大叔在放在仓库哦，有空啊，当然现在仓库很乱了、啊，现在是在家里，我会把它搬到仓库去。有想要看的再跟大叔讲，我们再约时间到仓库看看。OK， 好，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哦，就到这边好。啊，对，今天是父亲节，好、哦，祝、欸、各位父亲啊、哦，父亲节快乐。OK， 好 ，OK， 拜拜。